现在我这样子看看那么远，你看得到这一台是什么吗？歼二十战斗机啊，是不是？你真的会呢！啊，这台飞得比较慢，它现在环台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那是运输机、直升机。哦，错了，它是战斗机。要想着震惊，想着威吓，你是不是有勇气来接受着国防部征调你来上山做闯关兵？同意是什么？不同意是什么？你要让县民知道啊！这四种都要同意。要行政同意，什么时候四种同意？